我们的另一项产品是机要客户 APP， 它的功能架构有语言设立、服药提醒、孤儿日历及备忘录。选单页，使用者可选择要到的页面，点选即可进入。语言设定，对不同族群我们入制了中文、客语、台语、英文，使用者可以自行做选用。服药提醒，使用者可设定服药提醒时间，时间到时会以您所选定的语言提醒您服药。服药的时间已经到了。Google 日历可记录回诊日期，备忘录可记录重要事项。所以这项作品的结论是：一、要和手机壳提升便利性；二、只要客户 APP 提醒你服药；三、确实服用减少危险。你还在使用有袋子的药盒吗？还在为忘记吃药烦恼吗？要和你在一起，带给您前所未见的奇迹。